大家好，我是大雷。今天我大娘要走了，还有二弟，去送送他们。走了。走了。嗯，走了吗？嗯。来，走了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这里待的非常愉快。是吗？这刚下完雨，山边还有一些雾气呢。车站了，坐啥走啊？你们坐啥？坐大客啊？还是坐火车？坐火车啊？啊，走吧。那行，大娘慢点啊。大家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这送完我大娘了，在这儿等一会儿，一会儿我姥和我老舅就到了，准备接他们。这就是我老舅。Hello。我姥呢？咱俩就出来的呀。回来了，想我没？我们想啊。真黑呀，黑吗？现在来这个百姓小厨吃点饭。今儿这天你想热还热不起来呀？今儿天多凉。不是上面挺热，我上。想吃啥，老舅？来个山药鱼。你们都吃啥呀？来个。来个他的那个三样鱼，啊，他那个三样鱼挺出名。三样鱼。啊，铁板三样鱼。他家这个鱼做的挺好的。主食来个那个炒帽饼。炒帽饼。啊，然后还有那个糖饼啊，你来一份。炒帽一个，糖一个。对。能够吃的这个。那不行，再来一个，再来。四先来这些，一会儿看看不够再点。嗯，行。啊。现在就给你做啊！好的，好的。你这多长时间没回来了？一年。一年。我感觉好几年没见了。一年，去年。去年我回来，你不刚回来吗？去年我没在家吗？在家了吧？没有。没有。没在家。没在家。哟，这鱼太棒了！一瞅就有食欲啊！这个就是那个三样鱼，怎么样？鱼吗？鲫鱼，鲤子，还有个鲶鱼，嗯，就是三样鱼。铁板，嗯，看看这个有食欲吧。这一盘是48块钱，值不值？八盒冰粉，百味，八盒啊。干锅肥肠，我老舅愿意吃这个。炒帽饼，天天低烧，天天低烧。要糖饼还是炒帽饼？你不发，我是不在这发的。你又给我发过来，大菜。太棒了。放进一桌子菜。我最喜欢吃这个了，毛血旺。这吃不了，这已经打包了。算一下账多少钱？啊？176。176是吧？收了没？收着了哈。176。好了啊。好。收了。慢点啊。哎。怎么样？我们这儿的饭菜，满满三大盘，挺实惠的吧？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下关注，谢谢。